据媒体报道，近日继四月七日张学友南昌演唱会、五月五日赣州演唱会后，五月二十日的浙江嘉兴，警方再次在张学友演唱会现场抓获逃犯。截止到目前，警方一共通过张学友的演唱会抓获了三名逃犯，张学友也因此被网友封为逃犯克星。对于这个称号，张学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逗趣回答，老实说，做贼的事情你不在我演唱会上被抓，你去便利店买东西也会被抓的，对不对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